Hello，大家好，我是最近快被毕业论文逼疯的 Panda 君。这期节目呢比较主观哈，有不同的意见的话欢迎评论，但不要和我撕逼，谢谢。不知道听我节目的小伙伴里面有多少是学生，也不知道听我节目的小伙伴里面有多少是准备留学英国或者曾经留学英国的。哦，对，还有正在留学英国的。反正呢，如果你是，你大概就会知道八月底九月初这段时间是英国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deadline， 就是最后上交期限。我们留学生都会抱含怨念的称呼 deadline 为死线。于是正在死线前徘徊的 Panda 君最近的状态就是吃饭论文睡觉，吃饭论文睡觉。而且随着死线的推进，估计睡觉这一部分就会直接被抽掉吧。总之此时此刻我是想大声的吐槽，当初本科毕业之后选择来英国读研究生的我是不是傻，是不是傻。为了给广大群众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潘大群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英国的研究生。英国的研究生呢叫 Master， 或者正式一点 Postgraduate Degree， 和本科的 Undergraduate 相对，时间呢只有一年，只有一年呐。所以当初潘大军也觉得一年这么短就能拿研究生，性价比十足嘛。但是万万没想到，英国的研究生毕了业是当本科用的，因为这一年感觉就是把本科的东西更加深入的讲一遍嘛。再加上有一些小伙伴听力不好，或者比较悲惨，遇上一个有奇怪口音的导师，有些课可能根本听不懂。所以个人觉得呢，英国研究生比较适合转专业读研的小伙伴们。至于课堂嘛，小班教学的确更有互动性。但是万万没想到，其实有一些学校呢根本不是小班教学，也有一些大课是50多个人一起上的。而且西方教育呢更加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说我教你3分，你自己要回家给我学7分。于是就出现了永远读不完的 reading list， 就是要读的书单。而且课前不读上课听不懂，课后不读一会儿就忘了。而这些理论的书嘛，里面尽是一些不接地气儿的单词，所以 Panda 君过去一年经常是在咬牙切齿的各种查字典翻书中度过的。唉，再来说说选学校，选专业排名还是学校排名这种事情嘛，个人认为哈，如果你看重同学校学生的素质的话呢，那就选学校排名高的。如果你是走科研道路的学霸，那就选专业排名高的。但是比学校排名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地理位置和导师。因为如果你是学霸，你选择的导师靠不靠谱，负不负责任，领域内的威望有多高就很重要了。而如果你只是用一年的时间转专业混个文凭的，你选择的学校位于伦敦还是其他的小城市，或者说小乡村，就直接影响了你这一年在英国的用户体验。要知道英国除了伦敦，其他地方真的都是村儿啊。而学生嘛，总体而言，只要是学校排名或者专业排名稍微靠前的学校里面，总有那么一群精英，有着完美的履历或者高度的自制力。也许他们跟你一样爱玩，也许他们和你一样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写论文。但是不知道是基础打得好还是领悟力超群，有些人就是能轻松地拿到 distinction， 就是优秀。 Panda 君的学校要70分以上才是，而你呢就只能在不断的挣扎中勉强 pass。 啊，对了，如果你的学校或者专业比较热门，比如说像商科、金融、传媒之类的，那就做好全班都是中国学生的准备吧。就算你觉得能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外国人，交到很多外国朋友，但是他们不一定是英国人哦。作为一个有大量移民的国家，教育还被当成拉高 GDP 的产业一样各种收国际生，再加上本地人怎么都会有一些排斥外来人口的心理，分
分钟，你玩的最好的外国同学是来自东欧或者东亚的，呵呵的。好了，那吐槽的话呢，不要说的太多，赶紧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 ，Brutes 的《Mother and Father》。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当初远离家人的 Panda 君曾经深夜单曲循环听哭了的。来听一下 ，Brutes《Mother and Father》。最后的神秘环节嘛，大家有没有留意最近 BBC 的一部纪录片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 就是英国中学请了五个中国教师来教英国熊孩子们的那个纪录片，简直刷爆了 Panda 君的朋友圈呀。这里呢就随便截取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中式口音和英式口音的碰撞吧。In a sleepy Hampshire village, battle lines are being drawn. Five Chinese teachers have come to shake up the British education system. Discipline is really important. Without discipline, you don't learn well. British pupils are falling behind in the international race. Our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3 years ahead of you. Why?The Chinese have come to prove that even a high-achieving school has a lot to learn. Cheers! We are here to bring you the unique Chinese style of teaching. Class begins.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teachers. Everybody can get full marks. Just use your brain. What brain? Stand your line.
It's an unforgiving regime based on high pressure learning and ruthless competitio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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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s the size of AB. I don't get it. And after 4 weeks, the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school will be tested against their British counterparts. As head teacher, I hate to lose. If we find out that the Chinese method is indeed the best way, I will be absolutely gutted. Will the long days and strict discipline produce superior students? Or will the clash of two cultures... Baby, listen to me! ...create chaos in the classroom? You embarrass awful Han students at a school! Hey, I can see you!好了，那这一期的听着音乐逛伦敦就是这样。从下周起呢，直到 Panda 君写完论文，每周两期的节目就要变成每周一期了。因为 Panda 君现在是只压力山大苦逼的论文狗呀，就忍痛每周只和大家约会一次啦。就这样，下周见，拜了个拜。